啊，这大白天你搁家穿丝袜干啥呀？那脚丫旁臭成味儿了。臭不臭让你闻了？那给你吃不吃雪糕？我不吃，你自己吃吧。不吃，我吃。就剩这一根了。你给我吃一口不行啊？你刚才不吃吗？你欠吧你、啊。我就吃一口，就吃一口，就吃一口啊。嗯。你那好像大糖姆，都给我舔了，我咋吃啊？就剩这一根了。你都胖啥样了，还吃呢？胖的乎的。行了，老弟。你别生气，姐，你别生气，我再给你买一根。你等会儿。我再给你买一根。这事儿，你他妈怎么给我解决？